节目呢是一场比一场精彩。那么接下来请您欣赏的呢是传统相声数来宝，要请出的呢是著名的相声演员何云伟、李家强。好啊，嗯，刚才这个谢谢。我用你要听不见刚才刘钊说多好啊。是啊，我非常喜欢他，激情四射的啊，这个节目说得好，对，人长得也精神，哎啊，你看那个脑袋啊啊，掏着那么滑稽，哎对啊，这是夸他吗？这确实就上人见喜啊。哦啊，你这个脑袋嗯，长得跟那个暖瓶塞似的，哎啊，哇，就那么瓷实，不好听，非常好啊，但是也有缺点。怎么着？他是属于什么呢？啊，头上长疮啊，嗯，脚底下流脓，哎，都坏透了，这个坏透膛了，都，哎呀，都是他真实的写照。是啊，咱们把掌声送给他。哎，对，哎，让他这么继续坏下去。哎，这送什么掌声啊？这说的不错啊，嗯，下去休息休息。对啊，把这口气咽了，咽，那个换了，哎，啊。您别缓气，成不成？换了，哎，换了。节目就是这样啊，一对儿一对儿的。对啊。这回呢，又该您表演了。当然了，他这个演员呢，我怎么了？也很喜欢，是吗？嗯，我长得也像暖瓶塞子，有喜感。你这个倒不像暖瓶塞子，那我这个，你这像自行车那车座子。哎，这话，我是食蚁兽似的，都不怎么样啊，嗯。但是您呢，有三个字，哪三个字？精气神。哎，这倒是，往这一站啊，啊，拿出自己所有的热情。给朋友们演出，那当然了。可是有一样啊，啊，怎么着？舞台演出啊，避免不了失误，啊，对对对，这难免，对吧？哎，难免有个忘词儿的，就是啊。但是这个忘词儿啊，啊，相声演员忘词儿，嗯，还真不大能让您发现，哦，看不出来，因为我们是散文体，哦，有的时候多一句啊，少一句啊，啊，您不大理会。哎，还真是，即便忘了怎么办呢？啊，怎么样啊？我们有暗号，还有方法。对，什么暗号？今天暴露一下。哎，行行行，您比如说 啊，举个例子，您说一说。我这说着说着忘词了啊，怎么办呢？您看不出来啊？我这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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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行不行，哎，这就忘了，忘了怎么办呢？有按键啊。哦，我这一忘，嗯，我冲您这下。怎么样？嗯，哦，努嘴儿，哎，这是暗号。哦，我这一努嘴儿，您就知道。哦，他想不起来了，就我接过来，我就当当当当。你词儿比我这词儿还熟呢，你就接过来了，当当当当当当当，你就开始说。哦，我就开始说。哎，那万一我要是忘了呢？也一样啊。啊，你要是说忘了，叫叫叫叫。下发下下发下下发下，你瞧我也忘了，嗯，你冲我这下啊？怎么样？嗯啊，嗯，哦，我也努嘴儿。哎，那要是咱俩都忘了呢？那就，俩中风了，可也没有俩全忘了，是急的呀，这是。哎，我们这个还好说，嗯，但是戏曲演员忘词儿啊，就比较普遍。哎呦，那不好弥补。倒不是人家不认真啊，因为什么知道吗？为什么呀？人多。哎，演员多，嗯，乐队伴奏也多，还真是。灯光啊，布景啊，舞美啊，啊，后台的衣箱啊，服装啊，这人太多了，很复杂。没有几十人呢，啊，开不了一台戏。对，难免就出错。是，我记得有一次啊，我听了一出戏。哪出啊？沙家宾。哎，这先等一会儿，先等一会儿。沙家宾干嘛？那叫沙家帮，现在改帮了。哎，这没改，一直是帮。唱多好听啊！就是啊，尤其是智斗那点啊，就是刁德一啊、阿庆嫂啊，他们这来来去唱啊，那热闹了，唱得好听。哎，食材听得司令讲。哎，对对对对，食材听得司令讲，阿庆嫂真是不寻常，我佩服你沉着机灵有胆量。
竟敢在鬼子面前耍花枪。若无有抗日救国的好思想，焉能够舍己救人不慌张？参谋长休要扭花枪，舍己救人不敢当。黑桃儿盼兴旺，江湖义气的一双，司令长来又长，我有心没靠大树，好长粮也是司令的鸿福，我方能与带有差饷。哎呀，唱多了容易心梗，这怎么了？倒棒气儿！我让你包饼 啊！我就说这意思，分包感觉嘛。这戏呀、脍炙人口，好听，都喜欢听啊。对呀、那天我一听演员紧张了，头一句就唱错了，头一句就错了。你呀，那怎么唱呢？原词是“食才听得司令讲”，司令讲，头一句就错了，是吗？他怎么唱的？食才。听得司令夸啊，干夸夸，刚才司令讲是江洋哲呀，夸奖的夸是发花，哎，对了，不合辙呀、那怎么唱啊？再唱江洋哲啊，砸了，就是啊，演员啊啊，有点悟性，是吗？当时灵机这么一动啊，现编词儿，哦，还真有点意思，他给唱上来了，完全都是发花辙。那他是怎么唱的？观众还没听出来。是啊，食才听得司令夸，完了、啊，青嫂、啊、真是顶呱呱、顶呱呱，我佩服你沉着机灵，主意大，嚯，竟敢在鬼子面前、怎么着洗刷刷啊？若无有抗日救国的好想法，焉能够舍己救人他不抓瞎、不抓瞎呀、哎呀，够机灵的吧，对不下来了，哎，终于对不下来了。你说戏曲演员、他就有这个是应变能力，太吓人了。当然了啊，这些事情嗯都出在他们身上啊、那您呢？在我身上不出现这种情况。是啊，因为完人不是完人啊，因为我从事的这个职业啊比较特殊。您从事的什么职业？数唱来宝。您唱快板书数来宝的？为什么知道吗？为什么呀？讲究的是现编现唱，即兴发挥，活词儿。哎呀，所以咱们不存在忘词儿。您有这能耐、即兴的。您这话可大了，这还拢着说呢。这还拢着说呢啊！那我要现在出一题，当场编词儿，呵，你瞧，是这话啊？那我现在编行吗？我给你出个题吧。哎哎，这么着，嗯，哎，对了，你就拿观众为题啊，给现编一个吧。没问题啊啊！观众是观众啊，嗯，太多了，具体点啊，具体点啊。哎，对，具体点，这么着，您看后台嘛，有搞对象的。后排啊，后排，那老头儿，哎，这嗨，别回头了，就说你呢。老头儿什么呀？啊，不是老头儿，那老大爷。哎，行了，不是吗？年轻的，有年轻搞对象的？有啊，嚯，就后排呢，听相声来了啊、哎！这太好了，您唱上搞对象了吧？哎，您上这儿来搞对象 啊？搞一个成一个，是啊，那错不了啊，这么灵啊啊！还有坐飞机的，打外地来的，哎呦呦啊，打这个。啊，陕西来的，哎、哪这么多话呢？来试试啊！来，是啊，啊，就是搞对象啊！哎，对，就搞对象，搞对象啊！哎，这也太简单了，简单唱啊，张嘴就来呀、啊，你来呀、啊！哎，你让我唱我就唱啊！你舅舅台下找对象，哎、对，你舅舅搞对象，哦、谁舅舅？你姨父台下，姨父，你姥爷台下，你姥爷。你大哥才一大哥，怎么了这是？你上满弦了你？对了，废话，不是我唱什么你都拦着，我必须得拦着呀。为什么呀？那不是我大哥呀。
怎么不是你大哥呀？大高个坐在那儿 啊那不是，戴个帽子，那不是你大哥吗？不是我大哥，不是你大哥，不是，那是我大爷。哎嗨，我也乱了，这素不相识，不认识搞对象的啊，就唱搞对象，哎，就唱搞对象，没问题呀、啊，您来吧，这个搞对象啊。这个搞对象怎么样？那规矩多。什么规矩？这一男一女最适合。哎，这不废话吗？在剧场里边少啊，在公园里边多啊。这对、嗯、这个小两口、啊、是越聊越谈越有趣儿。怎么样？是商商量量的办喜事儿。好，马路上结婚一对一对挨一对啊，就是没有你的份儿。我听说你还没对象、啊、我给你介绍一个怎么样？好、啊、女方家住在西藏，一周你就去两趟。哎、不去，不去啊！他这模样，他这模样、哎，还甩石了。太远，不去。哎，这可不远、啊。怎么了？距离不是问题，还不远呢。现在这动车、飞机很方便，当天打来回啊！不不不。去吧，那也不去，那边景着好、哎、水清。哎，别说了，什么水清啊，我有对象了。你没对象？谁说的？你有对象吗？对，都快结婚了。谁呀？哎，对了，我快结婚能唱吗？你快结婚了啊？早说呀。哎，行行，你结婚跟我说啊，我给你办辆火葬车。哎，对，哎，你先等会儿，你老拦着我。我结婚办火葬车呀？啊，我结婚是死人的啊！你没做过，你没做过，哎、谁做结婚都做那个？哎，行行行行，红红火火呀！什么一块烧了是怎么着啊？什么红红火火呀？什么车呀？结婚不坐火葬车，是小轿车。哎，口误。哎，小轿车这就对了。你结婚跟我说啊，我给你办辆火、哎、小轿车，吓我一跳，火小轿车。你结婚我道喜啊。我买件礼物送给你。好啊，我们大家送你的礼物多。怎么样？怕你们家地方小没法搁。谁说的？你们家窄啊，我们的礼物多。哎，放不下。不窄，大三居，有地儿随便送，有地儿我们就送了啊。对，您送的什么呀？我们就送了、啊、送煤气炉、电饭锅、哎、这个大彩电、摩托车、电镀椅、折叠桌、花圈、骨灰盒，这些东西往哪儿搁？往你们家搁，我都送你们家去。这急着白脸的，能不急吗？你怎么了又？我结婚啊，让大伙听听啊，送大花圈、骨灰盒啊，这不还是死人吗？像话吗？有送这个的吗？像话吗？这大喜的事儿啊！对，是不像话、啊。大喜的事儿啊！啊，送东西有送大花圈、骨灰盒的？没有啊。你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为什么？我说的，那不是你说的，谁说的呀？你说的，你刚才就这么唱的呀？我说的啊，没那么回事哟，这就不承认了。什么叫不承认啊？就是你，我这么大学问啊，我能说那词儿吗？那就是你说的嘛，肯定不是我说的。哎、这么着，别抬杠，这么着啊？怎么着？我再唱一遍啊！你站在旁边，嗯、啊，拿着筷子听，拿筷子听干嘛呀？哪一句不像话，你给我煎出来。哎，呵。你就唱吧啊，就是你唱的，不是我唱的呀。你再唱一遍，大家也听啊，肯定没这词儿、哦。是，仔细听，来吧。送煤气炉、啊、电饭锅，是，有吗？哎，往后唱啊。嘿，大彩电、摩托车、电镀椅、折叠桌，这个大花篮、啊、这个饼干盒，这些东西往哪儿搁？耶，对吧？你们变魔术的。哎。不是，你先等会儿。你琢磨琢磨。我琢磨琢磨。大花圈、骨灰盒，嗯，大花篮、饼干盒，怎么都这字眼啊？往哪儿搁呀？那往家里搁吧。这个大花篮是人人夸，哎、嗯，那里边插的是鲜花，是那玫瑰花、茉莉花、霸兰花、牡丹花，嗯，你对象一见笑哈哈。这个饼干盒那卖的都是功夫钱儿，那上边沿儿下面台儿象牙的雕刻整一圈，还有一筐子放相片、哎、别唱了、啊、又怎么了？这不还是骨灰盒吗？啊，我唱了吗？啊，我唱了吗？那你带出来了这词儿啊？什么词儿啊？让大伙听听。你说还上面沿儿下边台儿象牙雕刻吗整一圈，还有个筐子装相片啊？这不是骨灰盒，这是什么呀？
这是新样式的饼干盒。哎，我没听说过。因为你这人呐，嘴急。啊，怎么意思？别人拿你东西吃啊，你有点心里都不服气。哦，那干嘛呀？把你这相片啊，就贴着饼干盒上。呵。这什么主意？这主意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新样式的饼干盒，不唱新样式的，那是就光唱饼干盒。饼干盒啊！哎，对了，这个饼干盒，那真正好。怎么样？那巧克力的饼干装的真不少。哎，这不错。各样的东西全办齐，我来给你当司仪。好，买白纸写黑字儿，你们家里的办喜事儿。撕了，撕了。脾气太大。买白纸写黑字儿啊？怎么着？白纸黑字吗？贴大门外边都讲究白纸黑字，咱们得唠上。白纸黑字，唠上唠上，别唠上了，唠什么呀？白纸黑字吗？写树保不周是吗？不是，写大喜字儿啊。哦，大喜字儿，白纸啊啊，那不对了，不能是白纸，不能是白纸啊，您得换换纸啊。我净想着白纸黑字了，嗨，咱换换纸，老喜字。买绿纸，哎，对，嗨，买绿纸像话吗？啊，一家子蛤蟆，再换换纸吧。买黄纸，哎，一家子道士，画符来了是怎么？再换换。买手纸，哎，好，像话吗？是，我们结婚是接手啊。让你说买什么纸？买红纸啊。对呀，啊，买红纸，哎，写红字，那还看得见吗？买红纸写红字啊，上色了。对，白写呀。买红纸写什么字？买红纸写金字儿。买红纸写金字儿，这就对了。这个你们家里的办喜事儿，哎，你们家亲戚朋友多，怎么样？我负责招待，把话说。得了，谢。我这递烟、递糖、递茶水，管保你们亲戚朋友的不挑理儿。好，就听着外边汽车喇叭响，咱两个新郎往外闯，回来。俩新郎往外闯，那是有我一个呀，就我一个新郎。不不不，有我一个。你是干嘛的？我是伴郎啊。什么叫伴郎？嘿，伴郎伴郎伴拉新郎。哎，这不要伴郎，不要伴郎吗？就我一个新郎，你一个新郎。哎，你一个新郎往外闯。对了，敲锣打鼓喜洋洋啊，在汽车里边坐着个大姑娘，那是我媳妇儿。你冲汽车一鞠躬，怎么样？大家伙抻脖瞪眼睛，都瞧呢。你冲汽车二鞠躬啊，鞭炮齐鸣，咚咚咚。是，你冲汽车三鞠躬，怎么样？新娘子坐在车里的不吭声。嗯，你冲汽车四鞠躬啊，大家伙沉默五分钟。哎，我默哀来了。要求你继续五鞠躬啊，受不了！冲汽车六鞠躬，还鞠。新娘子脸上这才露笑容，新娘子下车慢腾腾，嘴里还把这个小曲哼，粗眉毛，小眼睛，两只耳朵呼哒呼哒扇着风。哎，这我娶猪八戒媳妇儿啊！你的眼神不太好，新娘子长得俊又巧，高跟鞋穿在了脚，尺码不大也不小，喜滋滋笑呵呵，含羞带笑下着车，往脸上看宽脑门尖下壳，细眉毛大眼俩酒窝，内穿红袄大花格，外边套着个大围脖，头上搭着白头绳，怀里抱着骨灰盒。哎，别唱了。哎，谢谢大伙儿，谢谢别谢，别唱给您没收了。哎呀，朋友们非常的热情，是啊，时间紧呢还任务重，没错。难得呀，在舞台上跟大伙儿啊见个面，哎，聊会儿天儿，哎，高兴。演出啊，新老朋友聚一起啊，对。可是有一样啊，怎么了？这个演员条件不一样啊。你看我们这个演员呀，啊，有的善于说新的。哎，对，有的善于说点传统的，各有特长。有的嗓音好的呢，唱一唱。哎，有的嗓音呢欠润呢，啊，他就说一说。没错。哎，您拿我来说吧。您怎么了？我还喜欢唱啊，这个，我这个唱啊，我不唱这个了，啊，你放下吧。您都招苍蝇了。哎，那是你来的。这刚才我一人来的时候干净着呢，这边。嚯，哎，甭解释。我唱什么呢？嗯，走南闯北啊。您怎么着？尤其是到了外府，嗯，看到人家一些个优秀的剧目，嗯，剧种啊，我都要学习。呵，没事好打听啊。哦，前些日子到山东，嗯，到山东演出啊，下乡农村慰问演出啊。对，闲了没事儿，嗯，我就出去溜去。您
观察生活呀，哦，观察生活，体验生活，体验生活。嗯嗯嗯，走着走着坏了，哎，您怎么了？走丢了。哎啊，走丢了。走丢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打听道吧，得问问呢。那边信号又不好。哎，你瞧瞧，一看四下没什么人，都赶一块儿。哎，其中有一老大爷哦，在那个井台那儿啊，摇着辘轳呢，摇着辘轳打水，摇着辘轳、哦、就是井，对，哦、有一个辘轳瓣，是是是，摇着辘轳啊。呵，我一看这得问问呢。啊，对呀、啊，我老大爷，嗯，小王庄怎么走啊？老大爷呢？老大爷连理我都没理我。哦，接着摇，可能啊，他耳背，你大点声啊。哦，没听见。哎，我大点声，大点声，音量放开了。对，老年人了吗？我说老大爷，哎呦呵，踩尾巴了，这咋着？小王庄怎么走啊？啊，这回呢，还没理我，还没理你，接着摇，声还小。这功夫后边过了一位啊，我说小伙子，嗯。你跟他说话呀，你说不成，那干嘛呀？你得唱。哦，得唱。他是个吕剧迷，呵，当地的老乡嘛，啊，唱吕剧呀、啊，啊，对对对，你跟他唱吕剧，啊，他就回答你了。是啊，这我得试试啊。啊，您来来来吧，啊啊，嗯，试试。走上前十一里，忙把弓搭。啊啊啊这回看着老大爷啊，做一大功，所谓什么呀？有门，这都回答你了。趁着热乎气儿，赶紧问啊，赶紧的。请问您小王庄怎么走？哦哦哦哦哦哦！老大爷呢？老大爷说话了啊，出了洞口就到了。了不得了，怎么了？老头一抬手不要紧呢、啊，这重心掌握没好，那怎么办？咕噗，哎呦，这辘轳瓣当，呵，给老头打一倒仰，这么寸呢、啊，躺地下了。哎呦，我过去赶紧搀呐、啊，别给摔坏了啊！搀起来、啊，老大爷，您怎么样啊？老大爷说什么了？啊啊啊啊！别唱了。朋友们，我们今天的演出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再次感谢您的光临，祝各位晚安。